老狗不挡道，滚开！长得真漂亮。把你的人渣，魂斗罗级别以上的强者，他是，长老令。还不快滚！走走。等等，三哥说的是滚出去。哦。还不带路？各位贵客，快请，快请。武魂殿的长老令，那群人什么来头？请。你们是武魂殿的人？放心吧，我们和武魂殿只有绝对的敌对关系。那长老令，这是我老师意外获得的。临行前，他特意把令牌交付于我，方便我们在大路上行走。当时应该追出去，狠狠教训一下这群嚣张的混蛋。你要是动手了，武魂殿会将这笔账记在铁匠协会身上，到时候协会就会有大麻烦了。